轻功能力、八卦能力、徒手劈山、气功能力、不死能力、速度飞快，这几个能力我都想要，怎么办？可是只能选一个，好纠结啊！相比较其他能力，我还是更喜欢不死能力，不死才有希望。好帅气的镰刀啊！试试不死能力是什么？哇，一直回血，血量上限也变成了1000滴血，这下我就不会嗝屁了。勇士，我看你如此面善，怎么样？想不想成为假面骑士？看你有缘，我就把我的变身器卖给你吧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变成光。我是假面骑士，我是奥特曼。算了，行吧，都一样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变身器。等等，凯武，你不是克罗兹吗？啊，勇士，你听过我的传说？听过啊，吃瘪大王。这些都不重要，我这里有一个变身器，还有一把刀，打包卖给你，就是5个金币好了。那我都要了。这就是变身器嘛，还有点小帅，变身，哇，这也太帅了，还能骑士踢，还有一把武器，哇，可以召唤小机器人。勇士，既然你已经得到了假面骑士的力量，你就要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。这守卫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去吧，山上有一群骷髅头，他们正在密谋侵略地球，趁他们的老大哥斯拉还没有苏醒，你赶紧去消灭他们。我怎么感觉上套了？不过既然我已经是假面骑士了，那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我的责任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了，我一定会把他们全部消灭。受死吧，骷髅头们！骑士踢。不好不好，这骷髅头也太多了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好痛啊！变身形态被打掉了，暂时撤退休整。勇士，你怕什么？你有不死的能力，又不会嗝屁，不是还有一把可以召唤机器人的刀吗？对哦，刚才一慌张都忘记我有不死能力。你们还敢出来想危害人家，休想！我假面骑士贝拉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，你们这些骷髅怪束手就擒吧。召唤机器人吸引火力，这样就可以轻松消灭怪物了。你别得意，我们的老大马上就要突破封印，他会给我们报仇的。不好，哥斯拉已经出现了，怎么这么大只？不过我假面骑士是不会怕你的，先召唤机器人吸引哥斯拉，然后我趁机输出。终于把哥斯拉打败了，还掉落了一件装备。万物终结有什么用呢？我已经打败哥斯拉了。做得好，勇士，不过还有一只哥斯拉，我已经闻到它的味道了，它在平原的另一头。还有一只，好，交给我吧。找到了另一只哥斯拉，变身召唤机器人，还有漏网窟窿，先把你解决了，试试这把万物终结。我勒个大去去，一击就把哥斯拉秒了，太强了吧！有了这把武器，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舍我其谁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哪个超能力呢？